经验了，已经有上台的经验了。二年级，来，明熙理事长，明熙儿子二年级。二五二丙，二年乙班跟丁班。那个二年级做错也没有关系，三年级就不可以做错了哦。三年级再做错就漏气了哦。好，来，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来，没关系。好了，看前面来，女生，来，听听。好，来，没关系，来，这样就直接开始。那你看你谁哟？来，莫嘞，来，好，哇，好，没关系。我们二年级的趣味竞赛是我爱冰淇淋，哇，冰淇淋，一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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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省的了，直接拍照了。来，来，小朋友，看前面，看前面。来，小朋友看前面。好，好，棒棒的也很可爱啦。好，来。好，谢谢二年级的小朋友。接下来我们颁发的是三年级组趣味竞赛，第一名是三年甲班。三甲二怎么没有欢呼？三甲是没来吗？三年甲班。耶、yeah, ，好，第二名是三年丁班，好，第三名是三年乙班，好，三年级动作快点哦。好，来，一万，队长，再来个。一样哈、哦，比较清楚状况。来，来拍个照来，来。好，恭喜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就要请主任上来颁奖哈。那依序我们等一下请体育组跟生教组，你们今天很辛苦哈、哦，准备上来帮忙一下哈、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颁发的是四年级组趣味竞赛。第一名是四年丁班，哇，真棒！最喜欢听到这个声音了。好，第二名是四年甲班，哇，对。第三名是四年乙班，好，都很棒。好，四年级，好，四年级，好，恭喜。那这个奖我想先请那个学务主任上来颁一下了哈。教务主任，等一下哈。你们要自己的，不用校长喊的吧？来。好，拍个照，来，来，来看前面，来。OK， 来。好，恭喜。好，恭喜。四年级的。四年级小诺，接下来我们颁发的是五年级组趣味竞赛，第一名是五年丙班。好，第二名是五年丁班。第
三年是五年互班。好，五年互班，对吧？虽然第三名声音比第一名还大声，好吧？前三名就很厉害。教务主任上来放。前三名都很厉害。他星星主任等一下哈。这个高一级的参加很多次，都知道 pose 怎么摆的哈。谢谢，这是很美丽的画面啊！好，恭喜以上得奖的小朋友。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六年级组趣味竞赛。首先颁发的是第一名六年丁班，好，第二名是六年丙班，第三名是六年甲班。好，六年级哦，声音比较小声哦，这个很正常，有一点腼腆啊。来，我们请总务主任、星星主任上来颁奖。面的，看前面，对，来。